在一瞬间回到了从前，仿佛你的身影又浮现，即便温度冷却，我们到临界点，跨过终点线，只是你我温柔互相再见。陪你走过的路，现在走一遍，复习你给的甜。可是，在你世界里面，我交了白卷。我穿过人海拥抱你，像雨滴遇到冷空气，凝结的回忆，爱我的你，我不想忘记。彩色蜡笔画一道彩虹，迈开脚步攀上最高峰，勇敢是你的心跳，我为你骄傲自豪。用一抹笑容晴朗了天空，你的笑声让悲伤无踪，放下失落的号角。喂，让幸福小莫啊，从明天开始到下周末，所有的行程都给我取消了，知道了吗？没烦恼，这就是青春美丽色调，懈怠的笑和这烟火都绽放。红还是绿呢？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我在帮你搭配明天的衣服呢。以后不许再进我的卧室。过来。我的衣服呢？不都在这儿吗？以前的。哦，房话我忘了告诉你了。我不是把你的衣服都洗了吗？洗完之后我就晾在阳台了，然后小偷好像偷了。我家住16楼，所以才可恶啊！小偷为了偷你衣服爬到16层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搭配好了，你适合的颜色是这个，然后我再帮你搭一件裤子。出去吧。什么衣服？也没有一件合适的。我没衣服穿了。我要买衣服。我没衣服穿了。我要买衣服。二十，我和芳华都来了。几点了？你俩真是磨叽死！哎，你快点儿，这急死！知道了。哎，你这身衣服他给你搭的？怎么样，我的审美是不是比他好多了？不错呀。行，我今天我这衣服就交给你了啊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质疑我的审美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多好看了，这绿色！哎，行了行了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买衣服了？楚楚约我周末见面，但是你看我这衣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。蓝山主动约你见面了？他跟我说叶墨刚出院，不适合受刺激，让我跟他在叶墨面前继续假扮恩爱夫妻。都过去一周了，二师还没来找我要回人气，亏我还专门留了个下次见面的借口。他果然还是没能原谅我。哎呀，各位，大消息啊，各位听我说啊，现在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消息，上级决定把一次重大的外勤采访工作交给咱们来做，而且大版面啊，头条大版面啊，有没有愿意做的啊？你们做不？哎，你们做。哎，你们要。不是。嘿，不是。徐总，我去吧。你看看，你们看看，这才是咱们优秀员工应该有的素质嘛！蓝山，加油啊！卓音公司今日官宣，苏娇娇成为其公司代言人。据悉，卓音公司是由原韩氏集团公子韩成池创办，短短两个月时间便收获了几百万的忠实用户。如今，苏娇娇的加盟属于卓音公司重大利好消息。有时间在这追忆往昔，还不如想想怎么抓住陆一帆的心。哪有女儿嫁出去还经常回娘家的道理？宝贝，我来接你了，走吧。陆一帆，你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？顾恩恩，你敢跟踪我？你居然敢背着我出去鬼混！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居然敢这么对我！啊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我陆一帆做事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告诉你，好好在家做你的陆太太，还有你说话的分寸，你注意点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哪一点像大家闺秀？真让人恶心。你好，陈总，我是 SH 杂志社的主编顾兰山，想问一下您现在在哪儿呢？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？是的，哦，就半个小时。您现在就在咖啡厅是吗？那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楚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这出差。哦，我还有事儿。陈总，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哦，半个小时就行。您好，您的红酒到了。谢谢。楚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住这儿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一般是总是这样写的，那瞬间
没怎么，我被我爸逮住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被他说服了，过两天就要搬回去了。好事儿啊！繁华。他说，只要我回去，他就不再管我。你说，这季老头说话算话吗？那是你爸，你爱信不信？今天在温泉池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他会强迫我回去，没想到态度还挺好的，跟我有商有量的。你说，我是不是以前太一意孤行了？繁华。你就且珍惜吧，我走了，谁给你搭配衣服？韩城池真的就有那么好吗？喜欢，好喜欢。睡吧，睡吧。打扰你的生活呀，所以你们俩昨天冲动了，不然应该怎么解释？人家现在毕竟有男朋友了。南山有男朋友了，那你还……我捋一下，这个是你，这是南山，这个是南山的现任，你们俩是前夫妻的关系，人家两个在热恋中，你们两个见到之后旧情复燃，他们俩依然在热恋。这个时候的你呢，想进入他们，但是
又害怕破坏他们的关系，所以是这样吗？嗯。我对自己承诺过，我说我以后不再打扰楚楚的生活了，所以你现在最应该关心的不是他对他的感情是什么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。嗯。没想到你还有那么点用。助攻教程。臭二叔，还不回信息。来山呀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想听哪个？哪个也不想听。你看，你老爱跟我开玩笑。那就先听好消息。好消息是吧？嗯。好消息就是，我已经给你们争取到咱们集团的加薪了。那坏消息呢？那就是咱们杂志社啊，要进行进一步的转型了，做一些关注民生的环节啊，比如说做一些老区改造的专访啊。老区改造？对啊，你看看。临县那里啊，就很适合做老区改造的专访啊！你火速赶到那里，把这次专题做好了，咱们就彻底转型了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哎，水山，你好点了吗？嗯。抱歉啊，这么晚才来看你，我也是刚刚得知你们的事情。没事。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一下。什么？其实我公司是二十投的，是我故意利用你，故意让二十误会我们的感情，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投资。对不起啊。你走吧。对不起，珊珊。你走吧。等一下，你后背有没有刀伤啊？你说现在这怎么办呢？我那合同还没过呢，是不是该考虑换人的事儿了？这些。是公司到明年年中的所有工作计划和目前各个项目的情况。之前质押的资金已经解冻了，嫌疑人也抓回了国，相信不久之后始作俑者就会受到惩罚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盛世盛总的辛劳，才得以为公司挽回了损失和名誉。没错。在座的诸位都是当初跟我一起打江山的，虽然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但是我认为我的儿子肩负起了盛世集团的重责，在集团面临困难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维护好集团的正常运转，相信盛世集团不久就会好起来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我们赞成。盛总说的对呀、啊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相信盛总。盛世现在就躺在 ICU 的病床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搞不定盛世集团，不是让你们发动各路媒体大肆宣传这件事情吗？为什么连个热搜都看不见？那些热搜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被截了，
之前和我们合作的那些狗仔也都拒绝报道这件事，所以滚蛋，滚蛋，滚蛋！不好了，陆总。慌什么呀？之前做假材料让盛世集团做担保的那个人被抓了，听说他把你供出来了。他不是出国了吗？听说在国外被盛世的人找到，把他遣送回来了。想对我说的吗？祝你一切顺利。程池，之前我妈给你下药，陷害你跟蓝山，其实我都知道，是我自私的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才选择视而不见。对不起。曾经也抱过这思念。是你最擅长的那一种缠绵，我又该如何去分辨，究竟是谁的不舍不曾离别。程池，你认识二十多年的顾恩只是个假象，不会只是一转眼，你懂我最后谎言，你永远都不要原谅我。遮掩教会我如何体面，说好的两人世界就没有我的出现，曾有的那些眷恋不会只是一转眼，就算我抓住昨天还是抓不住永远，温柔的话都说却爱又该怎么去圆，感谢这最后一面，就算是分手纪念。舒服吗，妈？有什么话就赶紧说。嘿嘿嘿，那个，您看我腿都好了，要不您就先回家吧，爸都想你了。你爸不用我照顾，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呢，就是照顾。